只有一分呢。徐志荣这一棒，恐怕是打的箭高不够远。琼杰跑得飞快，Steady catch。Yes, baby。我想说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判断错误，不然这个球打在空中的时间这么久，让野手感觉上最后接的还蛮刺激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不用给他自导自演的？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有点稍微先往后再往前。这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左外野方向。哈哈，这一次交给波隆大王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变化球，说真的，曾松也跟得很好。四坏球保送，单场第四个四坏球保送。两出局约东华第七棒，东华第三个打席。追球出手，打在了右外野方向，看起来有机会飞出去。It is score。两出局之后，岳东华他不打算放过郭玉元，一棒就把球给打出了洲际棒球场的右外野大墙，只有球速151公里，只有仰角29.50度。岳东华本季第八轰，这两分炮帮助球队现在又紧张起来，只剩一分差距，完全咬中，挥棒的流畅度也好，就是力量释放都做得很好。这颗紫超几乎没有太多往下坠的轨迹啊。今年的长打能力，岳东华确实真的是还蛮不错的，对，跟他的上垒率。飞越325英尺的右外野大墙，把选到保送的王威成呢，还有自己都送了回来，两分炮，两分炮，那也把他打下去。这一球打得扎实，但是直接朝着二垒手而去。黄杰希最后守得相当精彩，让赖师傅一个球就把这一球的危机给化解掉了。但是岳东华的两分炮帮助队追到，只剩一分差距。